现在我们来到是俄罗斯最温暖的一座城市，哪里？索契啊，索契被誉为俄罗斯的夏威夷啊，当然也可以，温暖，也可以说的是俄罗斯的三亚、海南岛哈。啊，这个因为它这里的平均温度啊，从来不会低于5度。对，这里你看，今天现场的球迷的气氛跟这里非常浓厚，跟这里的天气一样的热辣。因为 B 组的焦点战葡萄牙对阵西班牙，将在这座体育场费时奥林匹克体育场打响，而我们的票已经到手了。嘿嘿，你觉得谁会赢呢？我当然是葡萄牙了 ，C 罗哈啊，他的偶像 C 罗，今天 C 龙见 C 罗哈，终于可以见到活的 C 罗了。对啊，不过我觉得好像西班牙的胜算更大一些。不管了，我反正就支持我的偶像。那我们就里边见喽，好 ，Come on。就坐了，马上找位置。哎 ，No look。接下来继续给大家现场直播 ，OK。好激动啊！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支持 C 罗的，对啊，后面全部都是西班牙的，西班牙的球，前面后面都是西班牙的，全是西班牙的球迷，他们会不会打我们啊？我们万一学怎么办？一片红色，都是西班牙的球迷，西班牙的，哎 ，C 罗要穿一个葡萄牙的 T 恤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！我告诉你。心脏，西班牙的心脏。太大了！太厉害了！
梅开二度，我嗓子好哑了。精彩精彩，相当的精彩哈。怎么说呢，西班牙是属于教练临危受命耶罗哈，6月13号换了主帅，换了耶罗，所以呢西班牙的整体好像需要跟教练组进一步的磨合。上半场 C 罗就进了2个球，我觉得刚才我和 C 龙说我表面上是支持那个西班牙的，其实我内心还是希望葡萄牙能够赢这场比赛，是吧？葡萄牙赢哈，葡萄牙支持葡萄牙，这是 C 罗的球迷，对不对？C 罗粉丝，我觉得怎么说呢 ？C 罗从那个个人的荣誉、集体的荣誉都已经拿到了，就差一座大力神杯了。平了，但是总共的进球有6个，666666啊！我觉得，那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啊，应该这个比分应该算是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。对啊，而且罗总才30几岁了，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，的确让我非常的吃惊。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在世界杯上有更好的表现。而作为 B 组最强的两支球队，葡萄牙和西班牙，难道他们真的要携手晋级吗？我觉得是必须的。我觉得也应该是必须的。好了，关注绿雨双咖，更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彩尽在其中。拜拜。